来，我再甩一下，我看看呢。好，我现在你那个拿高之后，它就水不会再吸出来，但是我用甩的方式，啊，就可以把水一直吸出去。好，这样子这不算虹吸，但是因为我们甩的时候，它形成一个离心力，啊，它把那个水给变成上面是真空，把水带出去。所以你看这水这个罐子里面的水越来越少，很快，我们吸完了。OK。